A family in Pingdong County wants answers after a Taiwanese fisherman was shot dead on Thursday while fishing in waters some 170 nautical miles off the coast of southern Taiwan. The fisherman was killed by a member of the Philippine Coast Guard.国际篮球邀请赛，今天是大会第二天的赛程。稍后呢，在晚间的将近7:20的要进行的是大会编号另外有杨敬敏、陈顺祥，再加上周伯成，也就是说，像昨天没有来台湾，当然虽然他是不会来参加比赛了，因为他申请的是贵宾证。是，Team Philippines，首先介绍菲律宾国家队，5号 下来之后呢，也不是最大的，因为 RC Tolava 更大，对，42岁的年纪。菲律宾阵中有非常多年纪稍微比较偏大的一个球员，不过他们整个打球的经验来讲，Andevera 在外线的跳投来了一个三分球，来局菲律宾5-0，攻击要赶紧有所回应。曾文鼎再挥给陈世念，陈世念比了一下，再出来再交给刘铮，刘铮在弧顶放三分，有了！中华队本场比赛第一个field goal。 就承袭美式的球风了，是林志杰，这就跟曾文鼎打一个2-man game，在篮底下给曾文鼎漂亮给球，志杰助攻，Pingris，哦，这个20号的 Hunter Veras 呢，再来一个外线，28岁还可以打成这样，打成国家队的先发，说实在，真的你要钦佩他，是没错。 甚至于在 handoff 以后的 kick and roll， 这些防守上面，其实中华队今天的对位在外线的部分做的没那么，但经过任何的出手，靠罚球拿2分。当然，菲律这个中线这种球风，对到菲律宾来讲，其实是非常可以打的一个有一定优势的一个球。这球塞给篮下，给他戴维斯，位置抢过了，直接吃掉了 RC Tolava。 这波16对6的攻势，中华队现在取得领先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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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波16对6的攻势，中华队现
不到5秒，陈世杰的传球再被 Romeo 给抄走。哇 ，Romeo 在第一节比赛，他可以说是改变了比赛。是，虽然不是先发，但是他是第一节的菲律宾能够领先的关键了。拿26这么高的一个分数。哇哎呦喂啊！ 34号的 Tatuba 直接领空上呢，可以看到他左手的部分向下，此次机会已经完全创造出来，再来就是外线的命中率必须要去把握住。哇哇，这个 Romeo 已经让菲律宾的球迷疯狂了。这个 Romeo 1对1单打的能力真的非常的惊人啊。 你看他整个盘球动作，甚至在最后 finish 的一个拉杆，其实技巧都非常的。这个国家哦，这个
一对一的个人技巧，再交给17号的 Jason Wallen。 哇哦，又来了一个三分球，这个打。现在中华队呢，在第二节的命中率太低了，四分钟只拿2分。现在周俊山教练需要一个暂停，因为这分数有点被拉开。当然，还是在整个菲律宾的控制战，再回给林志杰，林志杰再给蔡文成，蔡文成带一步的跳投，这一节的2个 field goal 都是作者的能力，不断的去帮文成创造出很多的一个空档。 菲律宾再砍进一个三分球，背后8号田磊外线的出手有了，Noah救回来，Noah在外线的跳投出手得分，哇！反攻，孙文鼎，现在面对篮筐出手有了。 从背对篮筐对面向篮，被我击上啊！阿西托拉巴在篮板，哇！都我想要扣篮，但是被戴维斯在他面前发射，哇！是扎扎实实的一个火锅，对新台湾人盖的一个火锅，是，因为这是一个气势跟面子之争，没错，这绝对是一个面子，在整个失误的控制上，菲律宾国家队做得非常成功。 德泽看前面有没有快攻机会，闪过了，touchdown！哇，好不容易断掉，戴维斯再禁区，要单打托勒巴，第一波没进，戴维斯再拿，比上半场还来得好很多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菲律宾这一节在进攻上面的命中率，戴维斯再拿到放回去，换人了，是，他们虽然没有喊暂停，但是要怎么样换人？ 陈世年超到前面中华队多打手，蔡文成这个球在空中拉杆，菲律宾的教练 Ted Baldwin 现在缓缓走向了纪录，行程必须要再持续下去，51-41。那菲律宾现在也做人员上的调整了，哇哦，老将可以拿到，现在有机会的来追到个位数的差距，陈世年三分外线出手击。 曾文鼎突然来了一个跳投，这个跳投防守球员也拿他。林志杰底线大转身，这个球进来了，追到4分差，进来再到底线去找刘铮，出手不进，那林志杰在哪里？做假晃，林志杰在哪里下？观众朋友现在追，菲律宾拿到，需要赶快退防了，菲律宾已经杀过来了，哇！ 身体的是柔软度真好，交给兰尼夏，Pinglis 高抛出手得分，菲律宾这一球利用一个底线攻势，61-54。林志杰再回给田磊，三分外线的出手有了，力强的老将还给Veras 也上来。 这时候在底线 ，Abreva 来了一个人，曾文鼎戴维斯不断的在卡位，这球交给兰尼夏，给到戴维斯，戴维斯收球放进去 ，Q 不断 ，Andre Veras 呢在外线的定点跳投出手没进，兰尼夏这个球，哇哈哈，陈世念外线有一个空档出现，这个三分球中，外线的转移 ，Jason Wallen。 后仰跳投出手有哇，稳，对，这当然现在是蔡文成首打进攻时间现在不到6秒，哎，这个传球差点失误，罗梅尔再拿到，哇，这最后1秒钟他非常的开心，哦，杰森 Wallen 晃过陈世念之后，这个抛投得分，这个抛投也使得现在菲律宾鲶鱼一样，真的抓不住啊。 75-57，菲律宾超到之后，现在取得10分领先。这个渔船的事件呢，为获邀请，阔别2年之后呢，再度回到了这个琼斯杯篮球赛。菲律宾的首场比赛呢，最终是77-69击败了中华队。那中华队呢，在上半场比赛其实有蛮大比分的落后，那么第三节打出一波23-7的攻势，一度把分数追平。